跳球，比赛开始。这是我们转播的2019-20赛季 CBA 常规赛第一轮，天津队在主场迎战北京首钢的比赛。11分5.9个篮板啊，算是不错的数据。对，他也就是三分稍微差一点、啊。对。世界杯的时候呢，场均2.6分1.4个篮板啊。好球啊！包括这次的定点三分投中了。你说走着啊，慢慢溜达着往里突，观察防守，然后突然往外分球，那判断他到底在 CBA 有个怎么样的发挥？现在先看一看他今天第一场吧。年轻的何思雨上来也是贴贴球啊，用一个掩护挂出来之后直接中距离，哎呦差一点啊！啊，突然加速上篮，这球没有吹吗？吹了，吹了，吹了就做一次啊。后卫是田野吧？来，跑动，跑动！啊，上石德帅啊，石德帅，老上一后卫，长打分，中距离。我就是我说的，对林书豪，他得分可能不会说像有很多外援一样那么有爆发力啊。没时间了，哎呦，这球多少是有点运气啊！打板三分，犯规已经满了啊，天津。对，挡得很结实，托洛维奇不出来，林书豪选择往外分。和刚才第一节是一样的啊，突到那个距离，然后方硕在那边45度等着，和第一节方硕投的第一个三分球是一模一样。嗯，还是李钟培来盯。下一步林书豪突破啊，五分好球啊！哎，这个球呢，算是完成了他吸引火力队友去得分的这样的一个工作。是，回来继续二三，顶开了书豪，却没有放进中距离。哦，有了，终于有了啊！今天第二个运动战，终于有了，49比49平，也不快，然后三分准，然后进去都抛。哎，里边不顶。好机会啊，这好机会啊，放掉了啊！这就是石头帅跟四个人下快攻，分布的不太好，进去了这球啊，开始慢慢被这个北京给凿开了啊！嗯，汉密尔顿还是延误，跟着往里走，防下来了，又是反击的机会，北京队连续打反击啊！嚯，这一下拍的啊！舒华这球还真是胆儿挺大的，单手拖着球要上一篮。第14分，双外援节，让小外援下去休息，冷静冷静。和传球给结合起了，反跑。现在北京这防守啊，全是断球，传球路线特别好。好球，林书豪又一个上篮，再得2分。北京队已经连拿了6分了，而且这6分啊都是反击得到的，不论是直接上篮还是去，还是在找人找机会。好球啊！强硬的打成，因为毕竟田野矮啊，可以传得很好。朱远熙有一个，比分是拉开了，对，上双了分差。林书豪拎出来单打一个。造成犯规，打进！哎呦，精彩啊！这球啊，空中有滞空啊，显示了林书豪啊一直在面对过赖以生存的对抗能力。对，他这个力量是好，他可能速度没有那么快，但他这个对抗核心力量是还是够用啊。又很凶，反跑没跑成，这太明显了。这种就是线路，现在北京很好判断，直接打反击又一个啊。现在打反击啊，越打越舒服啊，林书豪。19分的领先，北京队现在就很舒服了。嗯，无球掩护，往外再分，清楚啊！为什么就是一定要这个追着林书豪呢？跑啊、你外线的威胁那么大，对，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。但进攻已经没有套路，没有章法，有一个啊。现在就是只要是反击基本上都能打成。林书豪下场休息啊，这样的话汉密尔顿接上班。林书豪可能今天后面这5分51秒啊不见得会再回来上了，今天打了35分钟球，拼得很凶，25分6个篮板9个助攻。